这个蓝河堰是整个石门水库整治工程里面拼图的最后一块，今年下个月就可以土木工程完工，明年开始正式运作蓄水，对于延长石门水库的寿命，增强它的排沙，然后改善桃园跟新北部分地区的这个供水品质有很大的这个效果，那而且它在去年拿到我们。 工程的这种金质奖，表示说它这个工程是这个品质、预算、工期大概都是符合期待的哈，所以即便是明年才能正式蓄水，不过很期待它在这完工以后啊，能够发挥功效，这个对于这个桃园地区的水质改善，还有这个石门水库的寿命延长都有相当的效果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